Match Match Flushing 的经理啊，我叫朱小磊。在中国，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周杰伦最爱的一个奶茶店，所以很多华人都比较喜欢它的口味。而且我们这边也都是原材料全是来自于台湾的，大家可以来我们这尝一尝。How is your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Chowbus？我们这个店从开业之初就一直用的是Chowbus的系统，有它的 kiosk， 还有它的 POS 机，然后它成套系统运行的非常良好，然后很多顾客都非常喜欢用那个 kiosk， 因为它有非常直观能看到图片，然后大家就在上面就直接点餐。How does Chowbus product reduce your labor cost？节省了很多人工成本，所以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一套系统。我们在人工成本上大大减少了，因为前台的服务不需要一直有人在，后厨的流程也非常快捷，因为它每一个订单都有一个小的贴纸来贴在奶茶上，然后我们所有员工就是瞬间可以知道要做什么，包括它的要求都在上面非常清晰明了，不会发生漏单的现象，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运营上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。Why do customers enjoy the kiosk experience? 然后客人们也跟我们经常反馈说 kiosk 非常好用，因为它整个的设计的流畅度适合我们，是非常适合客人的使用习惯。他们可以看照片，然后照片下面有每一个要求，然后不断添加他的个人的偏好，有备注，然后有电话，然后可以让我们方便的去跟客人做及时的沟通。Are you happy with Chowbus team support team development? Chowbus 的团队对于我们这个系统的支持和改进提供了很多的帮助。我们也是在共同进步，我们在实际的应用中有很多的问题，然后就是不断的反馈给他们团队，他们团队立刻就做出了响应，然后基本上是在一周之内就给我们开发出来，一直不断的在更新新的功能来完善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，所以给我们整个的营收以及成本做了出了很多的贡献，非常感谢这套系统和他们的团队的付出。